大家 DC 道，今次呢就介绍一架 Mitali 70模大屿山巴士，就呢架啦，咁系咪好怀旧 feel 呢？系嘛，停咗撑好耐啊！架车吓，而家翻嚟啊 ，Mitali Island Bus。行走大屿山巴士啦，咁就70号，70号啦。微影后面有啲字，微影香港小城大爱，利兰。胜利型巴士啦，胜利型是英国利兰公司设计，特别为香港研发的前直引擎巴士，引擎双层巴士，在香港服务地。跨越了70年代至90年代，啊，在香港服务系嘛，吓，服务时期啦，就系70年代至90年代啦，1970至1990。胜利二型最大特色就系机台较巴士系啦，巴士高。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加上加速时和制动时，加上加速和制动时，车头上下左右摇嚟摇去摆动感，仿似鸡啄食嘢嘅动态。令客们喺倒高脚鸡买鸡车嘅两个又心动又深入民心嘅出口啦，吓好叻，系咪好劲呢？个巴士劲，大屿山巴士1973年5月11号在当时的李文治安排下，三间巴士公司合并成新大屿山巴士。1973年有限公司，1974年4月号取得经营大屿山巴士服务。专营权成为香港第三间专利巴士公司。由于当时大屿山市民对外主要都是靠梅窝的码头的船来往香港岛，故绝大部分大屿山巴士路线是以梅窝码头为起点。啊，因为嗰阵时冇巴士，得个船客船，又唔系好方便嘛，你知啦。船啊，就买睇条嘅网页，买睇条。唉，都唔使讲多啲啊，因为讲咗，讲多次啦，咁就未讲，未讲，我哋75号，上次都讲咗，讲咗啦，就讲多次，
展览模用模形式用于14岁以上成年人及小青少年。就本行为业街205号某轻工业大厦一楼 B 室，系设计呢个嘅卖叉列嘅玩具嘅。咁你可以上去睇下，系咪？不过佢都唔会招呼你。个电话就23899310。23899310。马查利嘅网页 ，Facebook 嘅网页，你可以上网。上 Facebook 查 My Channel 就可以了，记得 like 佢 Facebook， like 佢嘅 Facebook 啦。咁啊，事不宜迟，打开嚟睇下。就嗱，就本身呢个系有胶袋嘅，有胶袋嘅啊。依家又是新的啦，嚟請巴士啊！啊，就呢個盒就唔要啦，盒就唔要噶啦，係咪好？古代咧，唔係古代係好懷舊咧，達利蘭。胜利，呢个胜利衣，咁啊上边系黄金金啦，半黄一半系红色，咁啊车上车头上车尾落啦，两道门四道门后面四道门啦，嗱入边啲但系绿色为主啊，嗰阵时系用藤椅啊，嗱系用藤嚟做嗰只。就好特別咯，用藤椅做咯，全綠色噶。七號去呢個回窩碼頭，六駕駛室。另一边车身、车尾，我车牌就系 C9088。咁我最特别咧就系可以印刷咗，我唔知系乜，真系点？特别咧，佢可以人拆咗呢个咩上面座位及下面座位嗰个标志，系太细啦，所以系睇唔到嘅。肉眼喺唔喺度？啲人喺冇写喎，喺冇写喎，冇写几多人？总括啊，绿色灯啦，几特别。綠色燈啦，幾特別啊！嗰時啊，綠色燈啦，冇咩燈啊。都而家啲燈啊，嘛認住呢個，認住呢個，認住呢個嘅衰樣，古董版嘅巴士。乜金色噶？
卖七年七十六，大屿山怀旧巴士站街烧到嚟呢度啦，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Bye.